睡，想要再多看你一眼，未知的每一天，不放心你独自面对。我从来不怕累，只怕你委屈流眼泪，沿途多少回来了，马一晨。我今天没力气打人，说完话我就走。喂，我这浑身没一个地儿舒服的，胳膊、腿、腰、手臂，哪哪都不舒服。不是说好赛场上见？本来想要讲的跟你说明白，把你给狂的啊！跟我提比赛，就凭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会遭那些罪吗？不就是个小屁孩食物中毒吗？拉个肚子能怎么了？还能死不成啊？存心找抽吗你？我。真是太好了。好什么？今天我状态不好，改天我休息好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
虽然受伤，却一点也不感觉痛，是因为开心吗？ 因为知道能凭自己的力量保护弟弟妹妹了，我已经有能力不再让他们受委屈，给人欺负。我做到了，真的做到了。这就是变强的滋味，我要牢牢记住这种感觉。 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，真想说给谁听。难道那个让我想说心里话的？ 怎么做，才不会让他害怕出拳呢？ 没事，学姐，一点小伤而已。怎么会小伤啊？你都已经包成像包子一样大了，还小伤？轻点。我帮你吹。啊，学姐，我过这里，我过这里。你这个死丫头！干嘛你？医生都说没事了。明天啊。你也真是的，都快比赛了，还把手弄伤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一时没想那么多。但是，我觉得这个伤值得。 因为经过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冷静地面对对手，不再逃避了。这都是学姐们教的好，谢谢学姐。不客气。算了算了，反正跆拳道也很少用手，从今天开始，明天就交给你了，宋小米，好好教啊。没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腿部攻击来做防御的练习。 脚呢，至于手的力度相当会沉重很多。如果防御的不当的话，就算是把攻击给挡下，还是很有可能会被 KO。所以正确的防御是相当重要的。石火男，你上来跟我示范一下脚的攻击。 跟跑酷的道理一样，在最短的时间内看清局势，想出最适当的路径，避开可能遇到的阻碍和危险。 准备的怎么样？哼，放心，全副武装的。答应你，要不
不是你在那边发烧，我早就帮明天准备好衣服了。没关系，学姐，不麻烦了，我也没打算去。那怎么可以？你是我的舞伴，你不去我怎么办啊？还有孙浩的嘛，就将就用吧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连你也不去啊？你们都不去啊？没错，而且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。相信大家舞会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再给大家一个推理，只要不招正式服装参加者，严必处分。怎么样，你有不听过一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变化赶不上校长的一句话，哈哈哈。喂，爸，衣服找到了吗？就那件啊，你跟我妈结婚的时候科宴上穿的那件礼服。你别管我干嘛。哎呀，别管方宇那些衣服了，你再帮我找一找。啊，好，那我先挂了。欢迎光临，您好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就是有没有那种穿起来轻盈纤瘦、大气优雅的？请问是谁穿的呢？算了算了，随便找一两套洋装给我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你呀，陈亚楠，我还以为有人男扮女装呢。云七辈出门就遇小人，你走是对的，反正你穿什么都丑。我承认，你打扮起来呢确实人模人样的，但就像那过年送你的腊肉，包装纸再好看，仔细一闻还是有咸猪腿味。你不知道现在男人都是视觉性动物吗？美丑决定一切。以往正则全是女生，你可能感觉不出差别，但过几天的舞会，你会发现，以前小有名气的陈亚楠，也会在舞会上当一种花，那就是壁花。高晓峰，你信不信联赛的时候白打成壁虎？还能打又如何？女生终究只是女生，如果像个爷们儿，那就太令人担忧了。爷天生就这样，要是喜欢我的呢，就连我这爷样一块儿喜欢。哪像你呀、啊，明明就不是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样子，非得给自己装着样。那你是嫉妒还是羡慕呢？我是担心，如果哪天真的哪个男孩因为这样喜欢上了你，你不岂不是要装一辈子吗？你累不累啊？我劝你别格斗了，转去跳舞社跳舞得了。你真有意思，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为什么正则要改制招收男生呢？难怪都招收不来，招收来的都只是像明天那样的。明天怎么了？明天哪点比你们知英那些家伙差？至少他正直、善良、认真、努力，就这些优点，你们知英那些家伙谁也比不上。如果明天那么好，那你就喜欢明天，干嘛要勾引骆冠言？等等，你刚才说我勾引骆冠言？你少在那装清纯了，是你让他去你爸拳馆学拳的。你早就对他有所企图了吧？笑话，何耀峰，你拿他当块宝，我还拿他当根草呢。别拿你那小人之心来衡量别人。啊，莫非你喜欢他？陈亚楠，你要再敢乱说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还真被我猜中了，原来你喜欢骆冠言。行吧。坐坐坐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能忍受你任何不正常的行为，因为有人说了，恋爱使人头脑蠢笨，嫉妒使人面部丑陋，
你说我面对一只又丑又笨的壁虎，我能跟他计较什么呢？不会见。刺激姿势就放下防卫姿势，站起来。你再不出来，我要走了。耶，亲爱的，我来了。老板，我要的衣服你给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这里。啊？这就是你准备的衣服？我又不是公鸡，你准备这么多羽毛干嘛呀？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了。你不是要时尚管理有气质吗？我是去参加学校舞会，也不是去走维密的。你给我弄这些翅膀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哥哥，这个穿上去最富态了。我不要什么富态，我只要帅气，我要好看。你这里应该没有我要的衣服，我走了。哎，哥哥，等一下，我这里啊，大把好看的衣服，总有一件。师姐，师姐，什么事啊？我还要上课呢。哎呀，你这么聪明，晚点去没事的。那，这个给你。这个是？这个是要去参加晚会用的衣服，如果尺寸不合的话，你现在改还来得及哦。谢谢学姐，这个我真的不需要。学姐平常对我们家的帮助已经很大了，吃的喝的一样都不少，不能老是让你破费啊。你干嘛这么见外啊？你是我的学弟兼徒弟，帮助你是应该的啊。而且煮菜做饭本来就是我喜欢的事情嘛，有你们帮忙吃，我才觉得更开心啊。昨天刚发的工资，本来早就想给学姐了，现在刚好，请学姐收下。把我当外人啦，不用啦。当然不是，就这一点钱，也请不起学姐这么好的大厨。你就把它当做食材的费用，更何况，里面还有学姐帮助打工的那部分。明天，真的不用。学姐，能够得到学姐帮助，我很开心。因为我知道，
朋友，就是在彼此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。对啊，那不就对了？可如果我把朋友对我的帮助当作理所当然的话，过度的消费你对我们家的好意，那样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个渣男。谢谢学姐，希望学姐以后也能像今天一样收下我的钱。还有，这衣服我不能要，我去上课了。校长找我？怎么会有这种人？稚气、帅气，两者兼具，怎么办？越来越喜欢了。进来。校长，您找我。你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啊？能把自行校长给比下去吗？确实挺适合您的身份的。我都要求同学们穿正式服装，我这个当校长的也得以身作则不是吗？啊，你的服装呢？也准备好了吗？这事儿怎么每个人都这么关心？校长，我没有适合的衣服可以穿。况且预赛在即，我希望能够专心训练，所以并没有打算参加舞会。我早料到你会说这个。明天同学呀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嘛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场舞会是因为你而引起的。你必须参加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你的服装问题呀，我早有想法了啊。就差不多啦，我看应该可以迷死自愿一半的学生了吧，嘿嘿。真漂亮。哼，小米社长，你的嘴怎么能这么漂亮？好像刚摘的樱桃，连我们女孩子看了都想咬一口。那当然喽，因为我是小红唇达人嘛。那你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画呀？对呀对呀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那好吧，我教你们。只要呢，用了这一支唇蜜，就可以。哎，接我了，接我了。哎，就这个。喂，你们遇到强盗，真是。周若男，你在干嘛？哇，很性感吗？怎么样，是不是效果很惊人？想用这个妆吓死自英的学生啊？可是，她不是全世界最性感的女人吗？男人女人都喜欢她。她真的是全世界最性感的女人。可是你觉得，如果我穿了方宇的衣服，会变方宇吗？不会，同样的道理，明白？可是，好了，别看了，我呢，今天就大发慈悲，就让我这个小红唇达人。亲自帮你整理整理，按这个，就算了吧，来吧，先把这恐怖的妆给擦掉。口红小心不要涂到外面了，眼影可以再高一点。
沿线可以再短一点，很漂亮。指甲油的颜色可以再多一点啊。那我呢？美吗我？当初啊，我们坚持招生男生，看来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。这些学生们开始有了女孩子的意思了啊。哎，我说你也太感动了吧啊。校长误会了，我不是感动，我实在是忍不住替程亚楠担心呀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嗯，很好很好啊。今天啊，我们要以最诚挚的心来欢迎自英学校的同学们。好。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这就交给你了啊。校长放心。嗯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为了舞会举行顺利，和平落幕，现在我们开始实施安检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哪有什么呀？哪有这个环节啊？夸张了吧，主任，这是我舞伴，您不能拿走他。主任，我这是待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要表演西洋吞剑，娱乐一下智英同学，所以这是道具，不能收走他。小左同学，我希望你能好好活着，好吗？拿过来。不行啊。拿过来。手上的东西交出来。这个是拿来配我包包用的。这是杀人武器，拿过来。啊！可以了吧？等等，你鞋子也是杀人武器。我鞋怎么杀人了？这上面分明有锋利尖锐的东西，这就是杀人武器。那我光着脚怎么办呀，主任？给，这身换掉。
师弟啊，师弟，师弟，哎，你今天打扮的真的很体面的。学长盛情邀请，怎么能含糊呢？我跟一些学生先到，其他学生都在后面呢。好，好，好，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明天怎么还不来啊？舞会都要开始了，该不会真的不来了吧？不至于，校长都使出杀手锏了，连我都屈服了，他不敢不来的。方宇，你也是，你家有车，顺路带他过来嘛。顺什么路啊？两个人只有一南一北的，根本不顺好吗？嗨，只要在同一个城市都顺，行不行？才不是。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等等，没问题吧？走，走啊！你学弟来了，你的我不认识的。你学弟，学姐们好。孙浩，你穿成这样干嘛？你准备去参加皇室婚礼吗？走，奥斯卡红毯，男性都没有你这么隆重。不是说今天要正式隆重的吗？我当然得精心准备了，而且我今天要跟女生们跳舞，哎。当然得拿出自己的诚意了。这个大家都来了，心里头非常的高兴啊。首先啊，我代表正泽学校的学生们，热烈欢迎四英学校的同学们的到来，欢迎！好好好好好好好。这个今天呢，来参加我们两校举办的和谐舞会，啊，这个我看到大家这么盛装出席呀，放下了格斗式的肃杀之气，我心里头啊十分的开心，而且呢，今天我们在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咖啡、点心、饮料什么的，希望大家放下成见。和平相处，对，和平相处。咱们这样，现在有请智英校长为咱们上台致辞，欢迎。你看，你看，啊，这是我们给贵校的礼物，也是咱俩的心愿。嗯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呀。友谊长存。哎呀，师弟啊，你这个字写得苍劲有力呀！啊，看来你这几年没白下功夫啊。你说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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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谊长存，友谊长存。是不是大家着急跳舞了啊？那么好，咱们舞会现在就开始，关灯。Thank you.
校长跟我说，这舞会是因我而起的，所以我必须得来。而且，他把当年他追他太太的这身西服借给了我。校长对你真好。对。明天，你今天得跟我跳这个才行。哦，我会跳舞。边跳边教你嘛，没关系的。坐上面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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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不要脸。哎，学姐，干嘛不见掉了？你们跳跟我没戏，我要跟你们一起跳。我跟你跳，我跟你跳，我跟你跳，我跟你跳。这么好看，你们都不跟我跳吗？来，那我跳。学姐，跟我跳。学姐，一起跳个舞吧。哎，我说你啊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，就凭你也想要求我们女王跳舞啊？啊，试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啊？你看她还不是一样没人邀请。我告诉你吧，那是因为啊，没有人想被他当面拒绝，沦为笑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我还是不要去丢人了。知道就行。来，在这里吃东西，果然是壁花的命。何小峰，我也没见有人找你跳舞啊！你这只壁虎。好啊，傻男，那我们来打个赌，看谁先被邀请跳舞。好呀，输了的人学螃蟹走。早知道就安排几个师弟到暗庄。哎呀，来个人呢，只要是活的都好，快来找我跳舞啊。请你跳支舞吧。别说一支了，跳一整晚都没有问题。
不是跟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在跳舞。星星把一眨眼。